大家，我是一本正经的暴君。一对年轻夫妇因为忙于工作，没有时间照顾婴儿，于是尝试了人工智能的线上父母，没想到婴儿竟然被设备慢慢控制。一部关于科技发展的讽刺短片《虚拟父母》。肉丝和杰克刚有了个小宝贝不久，就发现照料婴儿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。请个保姆吧，又怕照顾得不好会虐待小孩；自己亲手照料吧，又耽误日常的工作。刚好肉丝所在的公司推出了一款未来家庭的智能设备，于是抱着试一试的心态买了一套。具体的使用方法很简单，将两颗类似纽扣的东西贴在婴儿的太阳穴上面，然后将婴儿放在一个特制的睡箱里。一般刚刚试用的话，都是选择入门基础级，也就是根据婴儿的年龄来制定合适的专属服务，一切都交由虚拟父母一对一代为照料。而且这对线上父母的尊重和真人一毛一样，保证了婴儿从小对父母相貌的认知和深刻。一旦开启这个设备，现实中的婴儿就会沉睡过去，而线上的婴儿却是清醒的，和虚拟父母正在玩闹 happy。 如果还想体验一下育儿的东西，可以选择学习各种语言和课程，真正用心做到从娃娃抓起。有了这么好的个带娃工具，两人也终于可以一心扑在工作中了。因为试用了公司的这一款产品，肉丝得到领导的赏识，年度优秀员工和年终奖什么的，看样子应该属于他了。在公司一边上班，还可以一边收看婴儿的照料情况。只是这个服务是收费的，只能看几秒钟，想要观看全程直播的话就必须付费购买。没想到科技发展到这种程度了，还有这些传统的套路，50年不变啊。无惊无险又到6点，肉丝刚打算收工回家，领导就杀了出来，觉得他现在不用带小孩了，应该沉迷于工作才对，好好加一下班，至于加班费什么的另算，还有免费宵夜可以吃。当然这个宵夜是需要自己动手的，也就是康帅傅方便面。肉丝一个人加班到了凌晨，回到家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赶紧将醒过来的小家伙又放回睡箱。他要的是小孩能够尽快适应设备，但杰克却只想抱抱小家伙，和他真正的耍玩一下。于是在大部分的时间里，小家伙都是沉睡的，完全由虚拟父母在照料。在一次和领导谈话的时候，肉丝意外得知全公司里面就只有他在使用这款产品，很明显他成了产品试验的小白鼠。领导还一副假装关心的样子，这让肉丝觉得不太对劲，开始担忧起来。看着小家伙在虚幻中的模样，肉丝这才体会到照顾小孩是件多么幸福开心的事情，打算暂停程序抱一下儿子，却遭到线上父母的强烈反对。肉丝不听什么鬼话，直接暴露起来，设备瞬间发出警告，一旦强行暂停程序会对小孩子的神经系统造成损伤，严重的话还有死亡的危险。肉丝非常了解这种设备的利弊，最后只好重新连接人机，小家伙又睡了过去。对于这一切，肉丝想做点什么却又无能为力，允许他唯一能做的就是好好的优化产品，推荐给更多的年轻家庭。故事的最后，一个小女孩挽着手走在大街上，在她的大脑意识里，父母就在身边挽着她的手，但事实上这一切都是虚拟的幻想。科技的发展给人类生活带来极大的便利和改变，但同时科技也正在反噬驯化心动的人类。看完后我只想说，无论未来的智能科技怎么样颠覆和发展，唯一不能取代的就是人类的思想情感，一点都不能。